就读免学费，特色课程独领风潮。哎，我忘记开麦耶，来，我们再一次哈，好来哦，三二一。就读免学费，特色课程独领风潮，直升国立科大，前进国营企业，欢迎收看。Kiss 一把照之发烧排行榜，我是啾啾，我是杨纯。哎，我发现我讲这个的声音跟我就突然那样子转接，我有点转不过来。就是你 gay 班的声音呢、啊？哎，你录广告你很 gay 班哦。为什么我要这样子呢？就是因为其实我们每一次啊，大家都只有看到我们在做开场，可是其实我们在结束之后，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要进行。没错，有什么样的工作呢？例如说像是我们刚刚讲的，就是配音嘛。对啊。那还有一些后制的一些例如说工作啊，还有一些行政工作等等。对，所以我们刚才就在配一支广告。对，所以呢，让大家就看到我们工作的仅短几分钟，同时也要跟你们一起分享这个礼拜的发烧海跑排行榜。我跟你讲，我一定是今年没拿到红包，我才这样。哎，谁叫你开工不来啊？因为你在台东。喂，来，先跟大家就要拜个晚年哦，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，新年红，红包拿来。我不要。好，我应该给你包个红包给。喂，哎，喂，啊，声音应该回来了哈，有吗？有吗 ？Echo， 点头点头，有吗 ？Echo 说有，有。Echo 是谁呀 ？Echo 是谁？好啦，好，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本周就是有一张新进榜的专辑，哎，你切得很快，很棒。嗯，因为我们是好朋友，好同事。好啦，不啰嗦。其实这张专辑对我们两个来说啊，都是一个还蛮想推荐给大家的一个歌手。That's right。这个歌手呢，他一新进榜呢，就来到闯进我们的前二十名了，他就是方佑馨，方佑馨，佑馨啊，对，小时候我们可能都叫他方婉珍，对，现在长大之后呢，整个戏路大开，真的，你在一些戏剧的表现呢，都也可以看得到他。但是在他开始加入戏剧之前，其实杨纯是最先接触他的，对，因为其实小时候常常听到一下小花一起溜溜球球，溜溜球球，对，那时候认识他，可是呢，是到我就是参加星光大道的比赛的时候，对，那时候第四届2018年，然后那时候呢，方佑馨他有去参加比赛，后来他好像在前五名，对不对？蛮前面的名次。可是我在是17强的时候就被刷下来。可是在这过程，我被刷下来之后啊，他曾经有找我回去过，因为他可以找那个败部复活的人回来，就是一起合唱。对，可是你知道，就是经过一些考量之后呢，就是没有用我了。可是也没有关系，我真的觉得他能够想到我，我就很开心了。对，然后他这一张专辑，他现在呢，在2017年的时候自己推出了一张 EP， 同时呢也加入了荒山亮荒山亮老师的动脉唱片，然后就是出了这一张的 EP， 而且老师也很欣赏这一位。算是非常用功的歌手啦，对，因为他里面其实很多一些音乐作品都是他的词、他的曲，还有加上专辑文案都是他自己写的，就自己发想的。是的，然后方佑馨呢，有一段时间在高雄拍片，就刚好透过朋友的认识介绍，就是有去啊，对对对，就没有找我啊。好啦，对，然后他里面我值得推荐的一首音乐作品叫做《飞呀飞》。飞呀飞，想要飞一飞，真的，对，这首歌我值得推荐的是，等一下会有个小框框，它的 MV， 它其实有点就像在讲我们这种，比如说已经30出，已经慢慢的开始，就是真的是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，但是你其实有时候梦想初衷容易会被现实哦，对，抹灭掉些什么，会被击败掉，对对对，就被击败的，对，所以 OK OK，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歌其实很有力量，当时帮他写了一篇的推荐文的时候，也很多人转载，所以就把这一张的专辑推荐给你，是的，方佑馨，我想念您啊，这张 EP 叫心图，就是心里的这个图中的图，对不对？有一种像是那种你心里该如何走向你自己想要的一条路啦，对对，而且它里面很多的音乐作品都其实以戏剧为主，像比如说还有演过《阿布拉三个女人》啊的里面的这些角色都很让大家非常的看好，对，那当然还有一些很多的一些作品值得你期待哦，方佑馨的专辑。好的，接着下来我们要来推荐的是演唱会哦。演唱会的话呢，因为最近其实有蛮开心的一件事情，但是虽然说他已经卖票了9天，我才知道这个消息。哦，是谁呀？就是恶女凯莎，相信大家以前都知道她是恶女凯莎，但是她现在呢已经变名叫凯莎，就 Keisha 这样子。哦，对，那她在4月多的时候本来是要来到台湾演唱会，那我在9天后呢还抢得到她的摇滚区的门票，厉害。对，就是不小心买到的，就没想到在我买的隔一天呢，我就上班的时候就听到这个 bad news， 就是坏消息。
这坏消息就是呢，他因为他的那个十字韧带受伤的关系，所以呢，他最近就是会取消，好像是澳洲跟这个日本以及台湾的所有的演唱会的行程。他好像听说是延期，对不对？对，现在主办单位是讲说就是还在了解，但是呢，希望是大家不要急着退票，而是呢可以等到，就是他可能也许官方的消息出来之后，目标可能会在9月份，也许会来到台湾。我觉得今年2018年很多西洋歌手都很愿意来台湾。对呀、啊，像是火星人，对，火星人也来，还有水星人啊，水星人，火星人，还有谁？那个红发爱的 The Chainsmoker， 哦，对，那个 The Chainsmokers 又来，对，他们之前也来过，然后红发爱的原本要来啊，也是因为就是受伤、啊，又取消。怎么办？大家真的好好的保重自己的身体，对啊，就不要出门了。希望二女凯莎的这个身体赶快好起来，赶快来台湾。没错。好了，最后来跟大家聊聊你最近都在干嘛好了。哦，最近的话，其实我迷上了一款手游过年期间真的是能够有机会松懈下来的时候，你就会开始。不是，因为真的很多人跟我讲说这款游戏很好玩，但是我想说到底哪里好玩，對，结果你知道我过年期间在看广告的时候，他一直疯狂在主打，然后我想说好吧，我就来看看你多好玩啊，结果没想到我从中午12点玩到晚上6点。你好夸张、喔、所以我现在眼睛你知道有点你知道瞎的感觉。你现在前面有看到谁？就是一个光头佬，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，因为就是看他相信他会原谅我的过错，他很乐于就是被这样子，还是我这边完全黑幕黑屏了，有没有？对，黑屏他，黑屏他。那个叫做什么游戏啊？那个叫做什么？我最近则是在玩那个旅行青蛙了、旅行青蛙我有玩，可是我玩了之后马上就删掉了，因为他出去玩我不知道要干嘛。也不用干嘛，就偶尔收收幸运草啊、但也不用，也没有就是太玩啦、对，有些人很疯狂而且连新闻都要报道，我就是把它当成一个新闻，我觉得有点太夸张。我跟你说，当一件事情很多艺人一起共襄盛举，它就会变成话题。嗯，没错。因为比如说炎亚纶、Selina， 连炎亚纶很夸张都还去买了幸运草。好、啊，这不是重点 重点就是你不管有没有买幸运草，都要听我们挡不住的 Melly Kiss Radio。对，不管你有没有玩什么对什么决什么传什么说的话呢？如果你有，就可以搜寻一下水响先生，可以来找到我的 ID， 跟我一起 play game 哦。下载了这个 app 呢的同时，你也可以顺便。就是直接来下载我们 Kiss Radio 的专属 APP， 就可以看得到我们了。对，而且现在我们现在升级之后啊，其实大家的广受好评，就是像是一些界面等等的，其实都还蛮不错，就是大家蛮喜欢、而且很方便啦。对啊，现在披头散发的我在那里面都看起来超对，很 gay 班有没有？就拿着帽子，然后我也是这样 gay 班，你这也不是一样？我是往举头望明月，低头吃香蕉。好的，那既然你这么的健康，我们就用健康的方式跟大家说再见喽。好的，健康。Happy！ 好了，祝各位新的一年人旺财旺，气势旺！我是九九，我是杨纯旺，拜拜！拜拜！再见。